惠娘。你是惠娘，但你三年前不就已死了吗？裴郎啊裴郎，昭容相思成病已死，我是借他的肉身还魂呐、啊。是我是惠娘啊。惠娘已死三载，怎会有借肉身还魂之事？莫非眼前之人就是昭容？是你吗，昭容？怎会这样？刚才我为什么会说自己是惠娘呢？难道真的正如相师所言，李惠娘阴魂不散，来夺我的裴郎？李惠娘，你太放肆了，胆敢妄自抢走我的身体，迷惑我的裴郎。惠娘，是你吗？惠娘，惠娘，我是惠娘，我是惠娘。你看，这是他的信物，他已死了三年了。卢昭容，你看，裴郎时刻把信物携在身边，就知道他深爱我。我求求你，你就放弃肉身，成全我们吧。昭容，他真的疯了，如何是好，如何是好？李惠娘，你就是凭这件信物来迷惑我的裴郎吗？好，待我毁掉他，让你这个游魂野鬼魂飞魄散。不可。裴郎，你究竟是爱着惠娘还是昭容啊？我当然是爱昭容你呀、啊。那你就毁掉这信物，以正心迹。这是惠娘唯一的遗物，我又怎能如此薄情，把它毁掉？惠娘似梅花，昭容似桃花，我怎能做出残忍抉择？我既爱昭容，亦爱惠娘，我